白色进口轿车不停在路上蛇行，一下加速超车，一下落后退到后头，没想到驾驶突然从车窗亮枪朝前车射击，砰的一声吓死人。白色 BMW 驾驶座伸出来，在那个后照镜的上方那里对我射击的动作，他还开到我旁边，在那个窗户旁边拉那个枪套啊。王先生超害怕，全身发抖，到警局报案。警方依照车牌找到开枪的39岁韩姓男子，查扣枪支。还好只是空气瓦斯枪，射出来的是 BB 弹，但挑衅意味浓厚。韩先表示说，因为空气枪哦放在车内，而且他有小孩，然后怕有危险，然后说他当天是在车内哦释放那个枪支内的气体，然后才造成那个对方误会的情势。恐怖亮枪扫射发生在南投草屯成功路一段，男子疑似不满被超车，开枪挑衅，把人吓破胆，还说只是心枪，理由太牵强。被害人王先生决定提告恐吓，警方再追加一条易违反社违法，移送法办。记者曾宇翔、洪尚峰、李云杰，南投报道。这里帮你大家科普一下，有些人可能还不知道，旺旺水神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与病毒细菌作用打架完之后呢，就变成了水，温和不刺激，它比酒精跟漂白水呢更环保，适合长时间多次频繁的使用，请赶快上快点购，买的时候记得输入我的推荐代码就有折扣哦。